35夜叉探海正面示范教学。这个夜叉探海与18式夜叉探海是完全一致的啊，就是一个反扎刀的式子。我们再来说一下，好，在侧地刀的基础上啊，这个右手自上而下向左下方扎刀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啊，右手举刀，然后向左下方扎刀。背面示范教学。那个扎刀的时候呢，向左下方扎刀，这个上身呢、有点俯身倾斜，但是不要大。要点讲解。这个扎刀我们说过呢，是以刀尖刺扎，分为平扎刀、下扎刀和上扎刀。那么这个扎刀呢，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向身体另一侧反扎刀，哇，这是它的一个特点。所谓反扎刀呢，是指刀刃向上啊，注意呢，上身不要过分向左倾斜。好，夜叉探海就说到这儿。混元太极拳网上课堂，混元太极 online。